好嘞，我们呀，别炒菜呢，红哥。啊，连路还就那样的，我坐那边给你捏。没事儿。带走。小鱼儿炒辣椒，学咋样了？简单。简单吧，一个蒜头搁那点点蒜头，嗯，这个一个汤搁那点个，这个没有。就是先炒完了再放油再炒，嗯，然后放点酱油，嗯，放点味精，嗯，炒炒，然后再放点汤汁，嗯，然后最后放点蒜，嗯，搁点一个，搁点一个皮蛋凉了，搁皮蛋凉了。等红姐学会了，也交给网友，行吗？行。这海鱼是买的呀？人都给的他，你爸。啊，这就炒好了呗。没事。我和我爸菜也就完了。一回来就拿手机，一回来就拿手机。他就拍手机，那不正常吗？给我们装盒。你个麻短吧，你还麻多短的呢。嗯，간장들어가너무싱겁다야홍아蛋呢？嗯，好吃啊。摘啥了？黄瓜、辣椒、柿子。辣椒咱家里还有呢。葱没摘。葱家里也有。嗯。腌的黄瓜。别拿太多了，还偷吃呢。马心呢？来的。哦。金大色儿么个我的红一个，色儿别把色，改的，这表挺好啊。我给我爸买的，表挺好，上劲儿啊，机械表。机械表得带着。没停。红哥。啥表啊？咱看的一样。假的，劳力士。你还得说出来干啥呀？我这也假的呗。真人不说假话。我爸这项链咋样？戴着？这假的。儿媳妇给买的。差不多行了，别装了嘛。你给姐拿的。我们就拿个小鱼就行。你那小鱼那啥，你俩我准备好了。嗯。那我们也应该回天安了。走吧。这个睡那个慧英送家去。嗯。慧英。啊，秀英。跟他平朋友差一个字儿。快点。行，走吧。又拿这么多东西，还得给我姐送一包，我们拿走一包。顺啊，嗯，产品多少呢？嗯，产品多少？要给他要足够？嗯，啊？嗯，几百万了。别不得，几多一个是多了？阿姨，一个钟头了左右。啊，那你看这块，看这两码咋了？一个钟，哪还多了说？一个这两码咋了？哎呦，给我们走吧。行。哎呀，我爸还要下楼送呢。辛苦你了。嗯。好好学习啊。安顿的。这门没关好。走吧。昨天去怎么样？我都知道，是你什么东西？红安的家里，你这你给个的嘛，给孩子们可能淘气了，也给孩子买过。开玩笑的。开玩笑，孩子跟你说的孩子嘛。红安，这刚刚这个嘛，再好好的啊。视频人都说的呀。孙初阳啊，拜拜。要不到你妈的，我妈给我赶紧弄弄啊，孩子们我收拾去。阿达姐，你不搞啊？快点，快点。你俩多注意身体啊。嗯。我下周不回来了，别回来了，
奥金吗？房子也看完了。行了，我挣钱还贷款。行了，拜拜。拜拜。保重身体。